请在今日下午一时，让我们一起将声呼求神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不遵行我的话行呢？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节。主啊，感谢你藉依一张平原宝训，提醒我哋喺人生路上唔好只知道听到，更要常常行道，否则我哋嘅生活将会与不信嘅人一样。求主怜悯，叫我哋喺漫长嘅人生路上天天读圣经，不住地祈祷，好叫我哋可以生活有力，前路有方向，更可以使别人得福，叫我哋嘅信有根有基，可以结出许多果子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